就是我们要淋一点锅边醋，锅边醋在起锅的时候，对，让那个醋香味呛起来，那你这一锅就会更赞了。从锅边淋哦，好，不是直接淋哦，好，我们要不要看一眼炖蛋？老师，我们节目快结束了，给他看一下哦。啊，今天什么都有了，谢谢。而且怎么样？你会觉得上面那个杏鲍菇感觉像鲍鱼，真的哦，今天大家可以大快朵颐了，谢谢我们 CC 老师，谢谢。